种完了，你这个地已经，你看，从那边种到这边了。我们的一块地直接种完了，你看他们都已经回来了。你们怎么样啊？我们种完了呀。你们种完了？我看一下，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哎，哪儿啊？这儿啊。这个地，这都你们种的？对啊。哦。哎，他们两个也回来了。哎呦喂！哎呦，含住了，我们完事儿了。你们买了几条？买了几条鱼？一条。我们没买，我们去山洞里面抓的。山洞啊？你觉得我信吗？这哪有山洞啊？后，你看那么多山，山洞来抓的。一下只有洋洋一个人。是分工的。我俩结束了。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对，我们先回去，回去休息了。走吧，那现在结束，大家都走吧。我们去还工具啊。你猜现在几点了？七点，七八点。错。六点多。错。几点？五点半。五点半？五点半就已经这么黑了。我们走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哎，我们现在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拿的都是你们的食材吧？嘉义为什么拿着这我的茄子？所以呢，今天晚上我们是大家都带好了自己的食材，然后准备午饭。哎，你的薯片是？薯片怎么回事？薯片是最近正在上映的《天气之子》的女主角，然后她做的薯片炒饭。好、哦，一手薯片炒饭黑料理啊，一个黑料理很好吃。我这边呢，因为可能不会做菜方面比较弱智，我可以做一个水煮大虾，然后配上管乐的蘸料。哦，就这里就一个虾就完事了是吗？配上管乐的蘸料，我觉得这个绝对好吃。最简单的是最好吃，对，没错，哇，太棒了，你 give me five。 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大家都带了自己的食材，然后我们现在一起去把自己的料理做出来给大家看吧。 Let's go， 分头行动。我今天要做一个炒肉，然后是我以前当练习生的时候经常做的一个菜，因为当时时间没有多少嘛，然后休息的时间，所以就每天就是花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来吃饭，然后10分钟的时间来做菜。我今天要做的是烤肉，然后这个是我准备的东西，还有这个。我今天要做的东西就是蛋炒饭，对，会放一些豌豆，放一些玉米，然后炒起来的话会更加的香，期待一下。哎，我这个烤肉很快的啊。